说入土为安，死者为大。但要是生前的风流债没理清楚，那么死后遭遇开棺验尸的事情，还真怨不得谁。奈伊姆苏莱曼诺二古，原名奈伊姆苏莱曼诺夫，又名奈伊姆沙拉曼诺夫，听这名字就是一长串麻烦。名字上看得出来，奈伊姆原本应该是斯拉夫人。确实 ,1967 年他出生于保加利亚，不过却出生在一个土耳其家庭。为保证国家统一，保加利亚强制境内所有居民采用斯拉夫姓名，故此奈伊姆从苏莱曼诺夫改名为沙拉曼诺夫。奈伊姆身高1米47，然则生涯之中三次获得奥运会举重金牌，七次世锦赛冠军，46次打破世界纪录，可唯有志不在身高。而这个小小个的举重运动员也因此被称为袖珍拔海格力斯，也就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，标准翻译为赫拉克勒斯。1986年墨尔本世锦赛，奈伊姆代表保加利亚出战，却趁机叛逃至土耳其，并宣布加入土耳其国籍，并将改姓为苏莱曼诺尔古。为了奈伊姆的归属，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打了很长时间的口水仗，最后苏莱曼诺尔古承诺两年不参加国际比赛，土耳其方面支付给保加利亚100万美元赔偿金，以此为条件，保加利亚同意和解，允许苏莱曼诺尔古参加1988年汉城奥运会并夺冠，随后于次年退役。此后的1991年，奈伊姆宣布复出，连续在1992年和1996年两届奥运会上折桂。2000年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届奥运会，生涯巅峰不在，状态不佳，奈伊姆在赛后选择退役。2017年9月25日，奈伊姆被确诊患上肝衰竭，在10月6日进行肝脏移植手术，手术很成功，但术后恢复却并不理想，严重的排异反应导致其病情开始恶化。2017年11月11日，奈伊姆脑部开始出血，全身出现浮肿，最终于18日不治。奈伊姆的历史地位如何呢？他是第一位能够抓举起自身体重 2.5 倍杠铃的举重选手，是世界上第二位能挺举起自身体重3倍重杠铃的举重选手，并且直到现在奈伊姆依然保持着一个记录，他是最大举起重量和自身体重比最大的举重选手，体重60公斤，挺举190公斤，系数约为 3.17。 纵观其一生，奈伊姆算得上是举重界的传奇，然而死后才埋下去没多久，一个日本女子突然出现，并声称自己是奈伊姆的女儿，这名字称为 Sakai Mori 的日本女子称奈伊姆和她的母亲。日本记者 Kyoko Mori 是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相识的，而对于其他细节并未详谈。这位金子小姐委托律师向土耳其当地法院提请进行亲子鉴定，而奈伊姆的妻子及子女则表示反对，但当地法官还是同意了开棺验尸的做法。毕竟为保证亲子鉴定的可靠性，此内死后认亲的亲子鉴定中，开棺验尸是常规做法。至于死者不得安宁，自己欠下的风流债总有一天的还啊。